独角仙不是要吃专有的吗？专那个吃完了一个果冻，然后还给那别人吃，然后剩下跟我说：“这个有冰箱有果冻啊，你要去把它吃掉啊，超过分的。你要跟你妈说你是蜜蜂，不是独角仙哦。哇塞，你妈妈，超过分的，妈是男的哎，你妈真不的，错哦，果然是亲妈，真的。超搞笑的。哎，我翻不到热射啊！我是不是这一场？没有钱了我是非啊，钱不我够。是非洲风啊！你怎么钱都没了？你买了什么？我买种子。哦哦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原谅你。没有，他是买一般吃我的问那种的是果蜂冻。蜜哦，哦，蜂蜜哦，对不起，你知道我常常会用倒装句。倒装句，蜂丢蜜给的你。台语叫啥？蜂蜜哦，我我还知道真的蜜不就知是蜜的道啊，哎。啊？就是蜜而已啊，就是蜜，蜂蜜，诶，高高低蜂低蜜，黄你的是说物香件。味吗？这突然变另外一个东西了，胖蜜，咪，屁啦！蜂蜜就香味香而已。味，对啊。胖丁哥哥，嗯。哥哥，没有钱了，没钱了，剩下38块了，没钱了。老板，你要发工资啊，老板。老板穷啊，老板自己也没钱啊。要去出地板了。哎，对，好像整地可以赚钱呢。整地可以赚钱？对啊，整地可以挖到谷物啊，谷物拿去给博物馆，剩下的可以拿来赚钱。那你可以去挖那个谁家前面？你说你老公家前面还是对，我老沙公滩？家前面我在你都老可公家以。边旁边钓鱼。好的，感谢小气点，等你哦。已经听到你们这边，有什么新活动？那行，说，草莓的卡。草莓的台语，哎，那天不是有讲吗？就是有好几个那个啊，我阿不妈是都就直接跟我有讲的说直被接夹就是草草，莓我呢。有的就是直接叫草莓啊，然后有的叫什么，好。气泡还是什么？对啊。气泡。对啊。哇，我来不打不啊！我锄头放在家里，我只好继续钓鱼了。哇，只好继续钓了。这为是什么本地会挖到谷物？啊，当然就是啊，挖埋到，在土里呀、啊，不对然啊，谷物在哪？在空中不哦，一定现在是可以谷吃物啦，可能会挖到汤匙啊，或是小人啊。啊，恐怖哦！真的啊，会挖到一个那种小人啊，还 A B C 哎、欸，你还 A B 哦 C 啊？有 A B C D 啊。A B C D，小人 A，小人 B，因为现在有多人被他测试，所以大家都在问。还好不是那个小人的左手，小人的右手，好恐怖哦！这样就可以凑齐黑暗大法师了。气泡，然后就发现你拼出来是你的同班同学或同事，小人呢、欸？是小人，打他！难怪他会被分解，那然后把他继续分回去。太惊恐了吧！老板，今晚吃鱼啊！我钓到大嘴鲈鱼、鲤鱼以及这个最鲢鱼哟。那我有没有鱼刺？鱼刺很贵呢，而且不要吃鱼刺啊！不要吃鱼刺啊，很残忍的。人类都比鲨鱼还凶残啦！我是说，吃鱼有没有鱼可以吃？其实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啊，
跟平常蛇也不会一样。对啊，你知道鲨鱼咬死人的，你看看我们台上的草蛇多乖。你知道鲨鱼咬死人的比例还比狗还低吗？真的。繁星没有啊，还有那个什么被繁星没台语贩卖机砸死的也比较多啊。哦，对，这个我有看过，被贩卖机砸死的还比鲨鱼多。没有错，被飞机砸死的贩卖机，饮料贩卖机。哦，那个只是电影让鲨鱼看起来特别恐怖，其实鲨鱼也还是真的很恐怖，但是可是平常你遇到的机会太少了。对。那只是刻板印象，就像我那天在聊，我那天在聊说，邮差来找我，就有个白目问说有没有干他，我说干他，他是女的，哎，他说有女的邮差，我说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你们怎么可以刻板印象？就像医生不可以是女的吗？就像护士不能是男的吗？当然不，现在叫护理师，你不会说护士，护理师说护士很没礼貌。哎、欸，老板，哎、欸，老板来了，你要干嘛？老板路过，老板要去挖矿、哦、啊，还没开。话说下一届月区是什么时候？下礼拜还是下礼拜？啊，就是第三个礼拜，不不，第二个礼拜，是第几个礼拜？第二个礼拜。如果是第二个礼拜，那应该就是。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反正我看到有报名的时候。哇塞，冬雨你欠太多，感谢冬雨赠送小不是小起点赠送订阅。哇塞，五份哎、欸。啊，他就是说想花钱没地方花。可恶，想花。狐狸系的台语不是猴狸系哦，猴狸系是另外一个哦。猴狸系，猴狸系。因为我以前都会开玩笑讲猴狸系，可是前阵子爆发狐狸系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很尊重这个职业。不是啊，应该说我一直都很尊重，只是那时候是开玩笑而已。我勒个去，我要丢什么？鱼饵，拜拜。妇产科的刻板印象不是女医师啊，基本上都是男医师。没有，对啊，其实几乎医师都是男的哦。大部分。对啊，大部分啊，就像厨师，你们可能觉得女生很会做菜，可是通常那种大厨都是男生哦。厨师大部分都是男的人。对，你不能这样哦，也不是说男女不平等，是有统计说男生比较适合做大部分的职业。就是先唱，哒哒，我叫，嗯，护理师，你妈叫你吃果冻，老板娘吃果冻，这是独角仙生下来的，所以我在开台前把那果冻吃掉啊，可。我要把鱼通通卖光，不给你吃。哥，你阿 P 的头上还有一颗爱心。对啊，就是突然看到那种女生大厨在那边炒那个中华锅，有没有？刷刷刷，你就觉得哇，他好帅哦！啊，看到男生刷就开始觉得，嗯，其实也还好。就哼，你以为你是小当家吗？超过分。对呀、啊。你切菜会飞吗？你做完的菜会发光吗？哦，我看到幸福生家庭，就是他一亮开，他说：“哦，原来我的手机在这里哦。”就把那个发光的拿起来。不是最近什么日本很流行那种什么，就是用光照的那种餐厅吗？我就说：“哇塞，终于小当家被发扬光大了。”小当家被夸了，因为他就是整个餐厅都是暗的，可是你一就是菜上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打从上面打的光下来的。原住民不是用这个、哦、弄得漂亮原住民怎么学忘记了，原住民、啊、原住民是这样啦。要不要喝小米酒？
小米酒。你们这样真的不行啊。嘟嘟嘟嘟嘟，哦，感谢小七点。老板，睡觉咯。呵呵呵，老板睡觉哦，等你哦。不要乱等啊。等什么？那还蛮纯的，给我来一批。哎呦。等钱。钱有啦有啦有啦，你看。嗯，我爸扣。赚。干。赚了500块。你这样会被挤哦。啊，你刚刚就在那边问。啊，当然讲啊。看看你有什么大量花粉，明天花粉症哦。哎呦，收成喽，老板。哎呦，有人来送猫了。居然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看到这只猫。嗯。啊，不打算。那叫什么啊？哎，我刚看到一个超棒的名字。叫啥？冰淇淋。就是、阿狗。阿狗，猫叫阿狗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棒哎，就叫阿狗吧。啊，小宠物阿狗，现在你是只好猫咪了，知道吗？年纪的记录在谁的电脑上？就是谁开那张地图就在谁那边。对啊，现在是我老板，我把防空草卖掉啦，对不起。你把防风巢全部卖掉啦！赶快再种一批存的过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卖掉了？你是丢进箱子里了吗？掉了。我突然想到说要防风巢，要金色的。有有有，我存一个金的。我只救回了这一个。存金的。我只救回了这一株。没关系，再去卖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水浇完了哈？我浇好了。好的。是要回任务的吗？对，没有，是要回那个主线任务。回主线任务。所以阮星除了兔子，还养了什么？我养了薯条，它是一只鹦鹉。我差点讲，我养了一只鼠。我养了一只。我养了鹦鹉，它是一只薯条。我天哪！小屁，牙齿白。走了，来去社区中心了。它是一只木雕，后劲好强哦。你的担心到底在哪里？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垃圾可以让我摸哎、欸！真的，好了，看完了，我走了。带走，不带走。阿姨被偷刀呢，没有偷刀。啊！假的。哎呦！布布超可爱哟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超萌，爱撒娇。没有哦，他跟我撒娇。哎呀，我又忘记拿锄头啊！你又忘记拿？感谢小林八七八七，最近淡水凉凉的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住淡水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什么啦？问一下而已哦。淡水，淡水水里。淡水，就跟那个啊，哎、欸，是你这住嘉义哪里？水上山里，水上，水上哪里？水上。哎、欸，那见哦，对哦，我这个还没有来过。正德附近，哇，离我家超近。超近。我以前是正德国中毕业的哦。Oh. 啊！没有拿稿子下来，不知道冲阿回。哇！一个没带锄头，一个没带稿子，尴尬。我们在干什么？难怪你会录取我。真的，同一家公司的都怪怪的。我的妈！同一个分厂的都怪怪的人。我的爸！我去拿那个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明天才能放呢。我去！我发现这边也好多。哇，你在取什么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好多人。
好多草。草。嗯，不能耕地。这样子是可食用范围都比较小。可食用？什么可食用？可使用。哦、oh。Can use。我听无。会当用的。A 啥？会当用的土地。土地。加土。下一届 UAC 冠军，我现在已经对冠军没有抱任何野心了欸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對啊、一切随缘。你看我杀这么凶，就还是拿不到冠军呢、啊。对，佛系玩家。对呀、啊，佛系玩家。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成绩是一年一次冠军，所以我今年已经没有什么愿望了。哇塞！冬雨晚安。半夜等你哦。玩家不挖矿，不伐木，不捡甘蔗，缘分到了自然会拿冠军。教主对第一主播的期望？第一主播，对啊，我就是还蛮喜欢第一主播的、啊，可以嘴那些不干事的实况主啊。欸、当第一主播的画面很丰富，好吗？真的，只是要看队友给不给我当第一主播啊。真的，你看那天带了两个妹子，我怎么好意思抛下他们当第一主播呢？这就尴尬了。对啊，如果当第一主播，就听不到他们唱苹果歌了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你们那一组的画面也挺多的。老板，我累了。我也是。那我们早点今天早点睡嘛，老板。今天早点睡好了。哇，我还是没带稿子。看你在哪里，我去救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走回家就好。我只想说要开一条路下来，发现我一直没带稿子。嗯，我再来锄一下田，日向锄田。太锄田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趁现在。天还亮着，我再去买一点种子回家。缘分到了就来了。你现在才要买种子回家？我没有力气洒水喽。我还有一百，可以。李老总，我看一下，我刚好剩 zero。Zero。零趴。啊哈。三块哈月光族老板剥削劳工的钱，你这个吸血鬼老板。吸血我那个是寄生蜂。哇塞，老板，我今天想休假。我只能看你了。不然你可以重登啊，重登。哎、欸，对呢。不知道修了没？应该没那么快吧。三元能干嘛？可以丢三次。那还丢人丢三次？可以丢许愿池丢三次。可以给我啊。你每天给我三块钱的话，你看一百天我就有300块喽，我体力满了，体力满了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好的，这就是不用当房主的好处、坏处，我的工伤，你的良心到底在？可不可以教你怎么钓鱼？我觉得钓鱼，哎、欸，前期钓鱼真的很难哦。你就是要，我用正常声音教你好了。你就是抛竿下去中奖嘛，然后你就是左键压着它会往上，放开就是往下。所以你要就是有时候它停在中间，你就要收放、收放、收放。你知道当时我多气吗？聊天室不知道怎么钓鱼的人，还在那边说你会钓鱼啊？我说我靠，你知道这多难钓吗？
钓鱼钓的跟什么一样快。来，你们教主一开始怎么钓鱼吗？他就拼命的戳他的左键，然后说：“哇、哦，这鱼怎么那么难钓啊？”嗯，不是一直戳左键吗？就是戳啊。对啊，或是连点，一直连点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你要让它定在那边的时候就。对啊，不是，它定在那边的时候，是鱼往上跑的时候，它就一直连点，它希望那个鱼不要上去，哦、但是。对啦对啦，那时候以为是那个钓竿就是要收，有没有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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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把它收起来，就不是。哦，你是刚好相反的。那个你要等级再高一点，你等级太低，所以你收不了啊。对啊，等级太低很难那个正常。你可以看我之前旧的上一个记录。感觉都一样，不用太灰心。不用太灰心。很难，没错。大家都跟智障一样。掉的时候很痛苦。供奉繁星，等你踏入第三年，我就会回来挂号。耶耶耶耶耶！你确定我们这张地图回到第三年吗？我们就一路睡下去啊！一路睡到。你知道这样睡下去也至少要一个小时吗？没有错。你就起来睡下去，起来睡下去，起来睡下去。我本来因为你直接睡下去的时候，他还要把时间切到晚上，然后你才能再睡。我那时候在想，因为我也想这样子过日子，然后就是我在想他睡觉避雷针会不会收到。嗯，所以我一直不敢睡，怕睡了之后又浪费一次雷雨。我老板过去点。嗯，老板已经睡爆了。老板，你已经睡爆了。睡爆了！我的妈呀，为什么我现在才解开钓鱼二等？我刚刚上一天不是已经二等了吗？哦，有1000块了，老板，你可以再去买了，老板。老板不知道买什么，1000块。1000块。哦，对不起，要买什么啊？骗你一下，忘记看电视了。花粉症。啊，今天大家都有好运。哦，可以买豪华钓竿。欸，你知道玩那个啊，我玩那另外一张啊，蜂窝那张地图啊，我玩到第20天了，没有一天下雨。哇哦，太疑了吧！超惨的，我一直在等说什么时候要下雨，我要去生我的水壶，然后一天都没有下。不要干旱了啦！妈的，直接到20天啊！你省点体力啊，这些我来，这些我来。好。你还真他妈的给我走啊！没有水，剩最后一个没有水，要跑好远，老板。超远，你就往下走，往左边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吐口水吗？我去，不行。1000块能买什么？问风哥。我说好道理哦。风哥超会，当然会啊！用2只脚踢球、欸，哎，是那个风哥吗？对，足球界风哥。几位风哥？风哥有谁不认识啊？哇，这样我到时候可以继续偷玩那个蜂窝地图，好爽哦！你说刚刚那一个吗？他自己偷玩的地图，对，我偷玩的地图。为什么你不偷玩这张地图？啊，可是一个人很无聊，这样你们上来不会啊？不是啊，这样你们就会少很多经验。我操你妈！哇，你被啥？被抓到了！山姆，我是可以偷玩这张啊，可是我很怕你们一上线，然后突然发现已经第2年了。没关系呀、啊，我们只是进来花钱呐、啊。进度跳超快的。你去跟你君平啊，真的上线就把你钱花光啊，可以，你的花光最快的方法就是掉线。对啊，买包包掉线，买包包掉线，然后就被吃了2000块，超贵的，我操。我想说几乎等来开台啊，对，开台你都不能偷玩啊。我今天差点起不来。差点起不来？就7点，我6点跑去睡觉的时候。哦、oh, ，难怪今天开台的时候你声音听起来很想睡。是。
还是老板懂我？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跟我刚睡醒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的好像。而且我突然发现我麦块的灵敏度是正常 100%， 可是我怎么觉得它好晃，我还把它调到了 80%， 觉得怪怪的。嗯。你晕车了吗？哎呀，可以去放东西了。下个礼拜六要体能测验。体能测验？哎，小林，那你几岁？为什么要体能测验？你是真德国中的吗？体适能测验。我其实还蛮喜欢做那个什么前弯的，做自体前弯。我只有做自体前弯能看。我以前也是，可是现在看不了了。我也是。啊，等一下啦！你怎么又被抓到第二次？我只是在抓羊。天哪！等一下，现在沙巴斯金也在这边。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我为了钱，让你们看，让你们看。我就只是……哎、欸，你的沙巴斯金在那边啊！他一直抓到你。我不管，我为了钱。稀饭，我白痴哦！正德国一，哎呦，叫学长，被大抓一波哎，我笑死！学长，反正现在好感度不可能负的啊！等一下哦，哎呀，太好笑了。然后结果他是连带，你知道吗？觉得整个农场的人都有问题。送啦！啊，没关系，反正这地图我都还没收过他东西，好感度是零。完了，塞巴斯蒂跟山姆去他的小房间了，你要怎么办？他们常常去小房间呢、啊，他们晚上都一起打桌球。你竟然说我很脏，我拿工作小时丢你哦！再说我脏试试看。你就不要给我吃工作小时，我塞到你嘴里哦。为了钱，不顾形象啊！我去了找魔法师，忘记跟魔法师讲话。干对呢，魔法师。对、啊、呀，忘记跟他讲话了。我根本没有去。我刚有去，我忘记跟他讲话。TP 我过去。嗯，谁 TP？哎、啊，又被看到了！不要碰那个垃圾桶。明明有肉，却拿来吃，没有啊？对啊，这是 bug， 因为对啊是 bug， 现在在做坏坏的事情。嗯，在不赚钱。虽然这样很没意义，因为可以钓鱼去练技能啊，挖矿练技能啊。嗯，可是那是钱。对，现在只是我们要包包。逼不得已使用这种黑科技，没办法，很痛苦。哎、欸，那波浪来啦、啊、来啦，给你们看啦，实况捡垃圾啦，来来来，看我看我，说我很脏啦，对对对对对，很脏，对对对对对，很脏，你还不是卖我东西，还不是要我的钱，你没很脏啊，不是赚我的钱，卖多贵啊。好猛哦！怎么用的？首先你要有个朋友，嗯，会开房间的朋友。嗯，开房间不会断线的吧？多人的 bug， 这个是开房的人用不了。对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个朋友。对，没错，或者是你买两个 Steam 的账号，然后好可怕。你赶快走啊！我要去搬你家垃圾桶，你走不走？然后，我们上一张地图的包包都是靠小雨翻垃圾桶翻来的钱呢、欸。这是翻了10000块啊！拜托。那各行各业，只要你有心，还是可以赚钱的。哎呀，又被说很脏啊！对不起啊，为了赚钱。只要你有心赚钱，都会被课税。他一定跟他的小儿子说：“你看，你再不好好念书，就要跟这个哥哥一样翻垃圾桶。”顺便翻垃圾桶。然后殊不知隔天上新闻，人生第一桶金，百万富翁。然后就被课税啦。你怎么一直被不同人抓到？
为什么这里少一块？嗯，下面我的豌豆减几？你是未记的欧什么欧鸭？欧鸭是咪？乌鸦？乌鸦？哦，可是我还不能放。反正是赚钱也要缴税，当然哦，赚钱就是要缴税啊。你知道我们国家犯的垃圾怎么会不缴税？真的。赶快进去啊！赶快进去！我要翻垃圾桶，赶快进去！我现在就是忍受大家负面批评，在努力赚钱的那一种，大家都不看好我。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，不行，我老婆来了，我不能翻垃圾桶了，不能让她看到我害怕的样子，我躲进房子里面了。老婆，哎，我趁你还没看到，赶快再摸两下，再摸一下，再偷摸一下，不能让他看到。对，那个死小孩，挡好他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还可以偷拿到三个、四个、六个、七个。你吃饼干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在开的时候也在讲。讲什么？你拿你自己家的狗去对面挖，当然钱比较少啊，要收两次税啊。行了。我说王国。对啊。防风草。哎、欸，我后来有在买防风草吗？我忘记了。有啊，有种，我不知道，你就带了防风草种子，我不知道是带了几个。忘记了，哎、欸，潘妮，我应该十种都有中吧？潘妮，赶快回家、啊，外面很危险，都已经7:50了，你赶快走，不要管那两个小孩了，赶快走，不要管那死小孩了，8:00，你还不放人家小孩回家吃晚餐？干，他竟然关门了，我只好换地图了，走这远距离换地图，太远了，啊，不行，要凑到整数才好看。冲啊！修不掉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可以大学一波了。耶、yeah ！有钱了。我也想把垃圾桶买回家。那间的真的是最爽。嗯，最近。因为超近的，一走出来就、哦、我就是在那边翻野山葵的啊。好了，摸猫。好了，看一下、啊。明天天气预报。啊，万里无云啊！万里无云，天气晴。哎、啊，这游戏没看到万里无云就觉得头很痛。对啊。好惨，好惨，好惨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啊，看怎么少。因为它没有很贵，它一个是李扎扣，难过，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的太多。该我要去找巫师了，今天换你了。呵，是不是不能走下面？我绕路。不行，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自己关在里面。这猫可以不要站在这座屋上吗？走开！没睡了，好希望都可以。哦，肩胛骨，肩胛骨可以送给博物馆了。尖哦，野山葵，有春季的我放完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看一下哈，今天的，哎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250块买个。我是不是没买莴苣啊？是吗？好像是哎。结婚戒指配方，改天再买。
现在缺钱钱，你要不要去升级你的包包？包包？对啊。你要先买包包，再买花哦。你买不起哦。我？我操你个头！我忘记去那个啦。嗯？城镇中心。对。我要使用回家大法。回家大法。我就知道。直接退出。你笑屁。没有，我等一下不要逼我花250块买个叫做花壁好壁花好朋壁花朋友哦。他很可爱，你相信我，我买给你看。不要。干，好吧，你不要。太贵了。记得载兔包，什么载兔包？截兔包。哦，截兔包。截兔包。我把截取的截看成载。好。买起来！你真的好意思买？没有啊。我要去城镇中心。对啦，我是没有种这个啦，橄榄菜啦。哦。买五个。死花。然后我要把它种远一点。没有错，没有，老板没坏掉。没有。老板还没有好。老板每次用那种镰刀收获的时候，都他妈把旁边的作物砍掉，很不爽。我靠！我操！